信，因为他有喷头，那么我们现在的情况都是这样。这里有一个瘸就刚好放进去，然后我们现在来试一下。首先将机器爬上电源，挂起来，这里调整，调整在这个高度，装上旋盖模头，按下这里，套住了。放上盖子，这一个瘸肯定是要对准这一个头的，因为它是盖子。然后呢，这里就选好了，因为我们这款机器的力量太大，我们要减少它的力量，没选拧上盖子，所以要调这个螺母往下面点，这一个让离合器保护一下这个盖子。套上完以后，盖上盖子就是我们的产品。这还有，好了。